大家好，这里是菜厨房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一道菜是肉末茄子。把茄子切成差不多这样的大小就可以了。把切好的茄子摆在盘子里，放到蒸锅里面蒸，大概七八分钟。接下来准备一些配菜。热锅下揉之后，把肉末放进去，选择肥瘦相间的肉末比较好，太瘦的肉会吃起来比较柴。蒸出来的茄子会有一些水分，要记得把水分倒掉。然后把刚才做好的肉末酱放在茄子上面就可以了。喜欢这道菜的朋友，记得点亮你们的小铃铛和订阅我们频道哦。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次见。